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在户外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乌龟。正在这时，巫婆小猪用她的黑暗魔法将猪爸爸和小乌龟合成了一体，猪爸爸变成了小乌龟的大脑袋。幸亏这时，猪爷爷找到了猪爸爸，并将猪爸爸交给了小猪佩奇。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将猪爸爸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绿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